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敦促美方恪守不支持台独的严肃承诺，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军事联系，停止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不惜用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 讨好美国，制造两岸对立对抗，其所作所为正在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弹药库，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安危福祉。台美勾连完全是在害台、毁台，顽固以美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和外来干涉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